甲辰龙年大年初四，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大型文化特别节目《龙行天下》。华夏儿女龙传人，五湖四海庆甲辰，祥和团圆中国运，龙行万里不忘根。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龙集日月之精华，汇天地之灵气，聚百兽之形，保海纳百川之胸襟。我们常常说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有的时间久了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陌生，有的时候空间远了或许会让我们觉得疏远，但是无论再远再久，血脉永远相连，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你看那蜿蜒曲折的长城如巨龙飞舞，凌空飞架的港珠澳大桥如蛟龙出海，纵横交错的铁路线如飞龙翱翔。中国人对于龙的热爱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从衣食住行到姓氏地名，龙随处可见。龙行天下第一站，我们要走进浙江，在这儿有一个名称当中带龙的地方，叫做龙泉。大家所熟知的龙泉宝鉴、龙泉青瓷就诞生在这座千年的古城里。龙泉三尺一世名，剑出如虹破苍穹，隽永青瓷灵气冲，一捧春色盛世红。这里因剑得名，凭瓷生辉。来吧，一起来感受龙泉独特的龙气与龙魂。龙泉因宝剑而得名，自铸剑鼻祖欧冶子创制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龙泉宝剑铸造技艺世代相传，蓬勃发展。这次的寻龙之旅，我们就从龙泉宝剑开始。龙泉宝剑以坚韧锋利、刚柔并蓄、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四大特色而被誉为天下第一剑。郑国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宝剑锻造技艺传承人，铸剑时间已超过40年。对于龙的形象，他再熟悉不过。自古以来啊，剑与龙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那你像这个是最初春秋战国的时候呈现的龙，主要是以赤龙为主。那么后来呢，又演化为像唐代的蛟龙啊，还有一个清代的猛龙。所以它龙也随着一个时代不断的一个变化。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尤其是对我们作为铸剑的人讲，就更需要有龙的元素去。赋予进去，更能显示剑的那种精气神。从最初的兵器到成为礼器，剑被更多赋予吉祥美好的意涵，而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则是龙泉宝剑运用最多的元素。从铁砂开始到锻造出一把完整的剑，需经过炼、挫、淬、磨等上百道工序，千锤百炼成就锋芒与锐利，也积淀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年上映的电影《封神》，主角纣王殷寿所用的佩剑，将古法铸剑工艺与龙元素巧妙结合。它的制造者正是龙泉本地铸剑师吴小军。那这把剑的龙的元素也体现得非常的多，你包括上面护手的这两个，其实也是一种龙角的体现，还有我们剑首后面的整个龙盘龙的造型，包括我们赤壁里面像周瑜、孙权他们用的剑都有龙的图腾。我们这一把呢，是专门为2024年龙年专程打造的龙抬头，就是腾龙的一个造型。这个龙气势非常的往上的，往上的气势，对，腾飞的气势。剑刃的打造是用来自于外太空的陨铁，上面呢又雕刻了龙的造型。器物有形，匠心无涯，在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中，他们也不断感悟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对我们铸剑师来讲，龙泉龙气就是我们的剑气，古人讲的剑气就是一种侠客精神，但我们作为我们现代人讲，剑气是追求的一种和而不同，是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在龙泉，与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除了宝剑，更有青瓷。
龙盘、龙顶、龙屏，龙的形象既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创意灵感，也为青瓷注入了一份庄严与神秘。这件南宋龙泉窑青瓷龙屏是龙泉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瓶颈与肩部堆贴的龙呈昂首姿态，加之盖顶一只展翅高飞的凤鸟，传递龙凤呈祥之意。始于三国两晋的龙泉青瓷，以其釉色清如玉、明如镜、声如磬，扬名天下。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也是全球首个入选人类非遗的陶瓷类项目。梅子初青春已暮，芳草连云，绿遍西池路。千百年来，这份美好的想象与意境镌刻在一件件青瓷作品中。今天的匠人也在用他们的巧思不断诠释对龙的理解。它这个器型其实我呢是与仿制青铜器嘛，大家也能猜到这个是鼎嘛。然后呢，因为今年是甲辰年，是龙年嘛，我然后呢把龙呢给它装饰到这个瓷器上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民族的复兴嘛。龙是一个中国的图腾文化了。那我这个画了三条龙，三呢在中国都是吉祥的数字嘛，上行高照嘛。龙泉青瓷也是中国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曾以主角身份参与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宋元以来，这一抹源自东方的青色不仅表达了中国人如玉的温润，更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审美。青瓷到现在还受大家的喜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核心就是它代表着中国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它外面的这层釉就是似玉非玉的这种感觉。我们中国文化上玉，就是说我们的品质就像玉的品质一样内敛含蓄的，要无瑕，讲的是崇尚自然、天人合一啊等华夏这种文化的理念。如今龙泉仍保留着龙窑烧制的传统，这些窑大多依坡而建，远远望去如同一条长龙匍匐在山间，而烧制时的火焰如同吞云吐雾的火龙，所以被称作龙窑。春节期间，龙泉开出了甲辰龙年的第一窑，不灭窑火生生不息，见证着一代代人对传统的坚守，也向世人传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啊，十年磨一剑，磨的是坚韧与锋利，磨的是意志与初心，是侠里龙吟里龙吟虎啸的剑气。而天青色等烟雨的青瓷呢，则道不尽的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在龙泉遇见宝剑与青瓷，宝剑刚烈，青瓷温润，很像中国人的骨子里既可以金戈铁马气势如虹，也可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一剑一瓷极为艺术地浓缩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代代相传，传承至今。而龙的印记早早地就深刻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交融于我们的生活里。你看，中国人爱龙，爱它上天入海的气魄，也爱它能够带来风调雨顺、岁忍年丰的吉兆。于是呢，人们会在年岁当中，在年俗里赋予龙更多的使命，可以龙腾九霄，可以遨游四海，可以畅通天地。所以龙的形象不仅仅只是一种符号，更是中国人的感情归属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此时此刻，在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级的城市群，龙年春节的年俗里正腾飞着属于中国人的龙妈精神。看看年花了，都买花了。新年快乐！龙行大湾区，龙年的年味啊，有的是从鞭炮声中开始的，有的是从一桌的美味开始的。而对于许多大湾区的朋友来说，这里的年味是花香。逛花市啊，在岭南地区呢，又叫做行花街。我的广东朋友告诉我啊，这里还流行了一句话，叫做“喊花街，新海过年”，行过花街才是过年。这一传统呢，源自明清，流传至今，而且呢，已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们江西每年黄花街的，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落花就落墙花，所以现在就比较清淡，
讲一个人呢，做人要清清白白。桃花呢，就说我们的生活像桃花一样鲜艳，一样美好。国家越来越好了嘛，我们老百姓也越来越好嘛，所以很讲究这个精神方面的享受。对于广东人来说，行花街是买花，更是为了一份对来年的美好期盼，而龙年的好彩头也藏在了花里。比较畅销的，或者说大家比较喜欢，对，就这一块，像这种红色一点的，就一直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嘛，就是龙的精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的热烈，非常的赤诚。然后呢，这个花也是象征着我们这种赤诚的心，然后也象征着我们对未来生活美好的一个期待吧。从广东年味里龙的好彩头，到祈福风调雨顺时定会登场的龙舞习俗，再到划龙舟吃龙船饭，象征着吉祥的龙今天已融入大湾区人们的生活。2018年，一条钢铁巨龙又在大湾区横空出世，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飞越海上的龙脊连接起物流人流，成为大湾区畅通的大动脉。今天的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脚步不断加速，但始终不变的是印刻在龙的传人心中的龙心龙魂。锣鼓敲起来，鞭炮放起来，随着热闹喧天的锣鼓声，238米长的大金龙和18头醒狮从澳门的地标建筑大三巴牌坊出发，浩浩荡荡穿越大街小巷和主要景区，将新春祝福送到澳门的家家户户，送给海内外游客。龙兴大湾区在澳门龙年新春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摸一摸金龙和醒狮，沾沾喜气。所以呢，今天一大早，许多市民和游客就早早来到这里，祈福新的一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阖家幸福安康。摸金龙、派利市，澳门的大街小巷变成喜庆祥和的欢乐海洋。澳门人，大家自己第一先觉得自己就是龙的传人，然后我们舞龙舞狮一直以来都是带给大家一个兴旺、快乐、庆祝、高兴的一个寓意，所以我们过年过节大的节日，我们都会舞龙舞狮。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龙跟澳门的渊源也是非常深的。澳门在很多的文化遗产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龙的这个象征。龙的精神里面呢，是包含了中华民族里面的文化基因，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中国的人民的自信心、自强不息、奋斗向前的精神。祝大家龙腾虎跃，龙马精神，祝祖国繁荣昌盛，澳门明天更好。龙腾香港贺新岁，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装饰精美的花车正在驶过。今年的活动啊，花车主要以龙为主题。始于1996年的花车巡游是香港春节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而今年的花车更是将龙跃在港寓意其中。你方唱罢我登场，9辆花车、13支香港表演队伍及各国表演团队相继亮相，参与表演的团队数量达历年之冠。在巡游沿途呈现的一个个精彩表演，无不展现着龙年的喜庆和活力。我觉得今日真系大饱眼福啦，我觉得就从中睇到大湾区嘅发展啦。今年系龙年啦，咁龙系象征住成功啦，象征力量啦。希望香港在龙年在国家的支持之下，我们可以藉着龙的精神自强不息，也都希望可以积极融入大湾区国家的发展之中。在热闹当中，我们感受着南国江海春鲜暖，大湾怒放共迎花，沐浴着春的气息，粤港澳大湾区奔向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也将会开启一段和合之美的描绘。
龙行天下，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篇章书写着龙登山河舞，福祉万家传。古人呢一般会用龙须草编草编鞋，然后呢织蓑衣，用这样的方式再织出一些龙灯来呼唤四季的平安。所以灯会灯彩一直是我们中国年俗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一盏盏各具特色的彩灯不仅仅是春节欢庆的重要的元素，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一直以来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谁家正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2024年龙年春节，灯火里的中国正璀璨。龙吟凤鸣声中，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秦淮灯会，作为2024点亮中国灯的主会场，在春节期间为各地游客上演了一场实景版的上元灯彩图。龙年的灯会自然少不了龙造型的花灯了。80多米长的神龙在天，整整拐了24道弯，对应着到来的2024年。夫子庙的金龙照壁，贡院的鲤鱼化龙，老门东的龙腾盛世，各种不同造型的龙灯以昂扬之势展现出蓬勃生气。一组组明艳的彩灯，一个个沉浸的场景，让秦淮灯会成为南京最有人气的地方。一夜鱼龙舞，花市灯如昼，流光溢彩的灯彩映照在屋檐梁栋之间，置身其中仿佛在故事中穿梭。我是特意穿上汉服来游览秦淮灯会的，来体验一下这种江南风韵、秦淮风情，让我有一种能够穿越到古代的感觉。秦淮灯会举户盛名，远近皆知，这个最能反映历朝文化的特色。莲花灯啊、菠萝灯啊，还有龙形状的灯，还会眨眼睛，就觉得特别神奇。夫子庙是天下文殊之地，优秀传统文化富集，人间烟火气啊特别浓厚。秦淮灯会啊，正是体现了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啊融合的这样一个鲜活的场景。看灯赏灯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通过看灯赏灯呢，它能够感受到这种温暖、幸福、光明和力量，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深沉和魅力。秦淮灯会汇聚了全国15个省市的150余件展品，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来自四川自贡的灯彩。自贡灯彩历史悠久，闻名遐迩，飞升海外，素有天下第一灯的美誉。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四川自贡看看那里灯会的盛况。自贡灯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年的自贡灯会在占地550亩的中华彩灯大世界构成了一片光的世界，灯的海洋。上千个灯组将中华文化融入点点的灯火之中，让游客在满园的灯彩中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以及华夏文明与自贡灯艺相融合的艺术魅力。这条200米长即将腾飞的巨龙，是我们用自贡彩灯的非私榨的非遗工艺和18万个矿泉水瓶制作而成。然后我们想表达龙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我们自贡彩灯万物皆可成灯的创作理念。春节灯会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数千年来，灯会从最初以家庭为主的燃灯放灯习俗，演变为如今大型的集体民俗活动。灯艺制作不仅表达出各个时期美学与艺术的成就，也在时尚、科技、环保的前沿潮流中变得更加生动，富有张力。自贡灯会上40米长的文字演变通道，以日晷为中心的文明衣食灯组，无私公益的飞天组合，国画般的辉煌礼赞，无不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发展成果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让人为之动容。我觉得后面这一组汉字支援的灯组特别的有意思，它给我们展示出了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这么多字哈，你喜欢哪一个字啊？我最喜欢龙，它有甲骨文，还有篆体，还有我们现在用的简体。自贡灯会从上世纪80年代走出国门，今年的自贡彩灯已经点亮挪威、瑞士、匈牙利20多个国家，灯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走向世界。
让全球各地的人更有兴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新年快乐，龙年大吉。2024龙年春节，灯彩在中国的大城小镇一一绽放，古都西安夜放花千树，灯火暖长安，花灯璀璨，游人如织。放河灯是湖南永州东安县川岩乡延续多年的传统习俗，盈盈灯火寄托了村民们的祝福和希望。湖北宣恩县城土家族风情的百米竹排龙灯游弋在星星点点的供水河中，宛如游龙在星河中穿行。石家庄正鼎灯会在巨大龙凤花灯的映衬下更显年味十足，人们在张灯结彩、温暖喜庆的节日氛围中，寻味非遗里的中国年，寄托美好愿景。龙巡天下，龙行天下，乐在龙年，乐在龙年，国泰民安，国泰民安，四季和平，四季和平。灯火处是温暖，是幸福，是希望，更是团圆。团圆围坐，家人可亲，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故土是乡愁，团圆是执着。因此千百年来龙文化绵延不绝，连接着华夏儿女的情感纽带。龙不仅仅是烙印在每个炎黄子孙血脉当中的图腾，更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团圆记忆。永康市向竹镇杨吕村人，我们杨吕村90%以上的人都姓吕，所以叫杨吕。我们杨吕村每年春节前夕都会以这条龙为钟声而欢聚一起。这就是我们村的龙头，这个龙头有700-800斤重，需要6-12个人抬。铃铃。老娘叫回来。哎，老娘叫回来。哎，你娘叫，这个车子只有8辆多辆，非常亮啊。好好。按照传统，全村青壮年都来这里领板凳和灯笼，大家接在一起组成一条板凳龙灯，龙灯越长就意味着我们村的人丁越兴旺。离龙灯的时候不是非常热闹，也很兴奋。我们这里有装龙灯交好运的说法，所以大家都大胆地迈开步伐迎龙灯。这条板凳龙是传统，更是我们每年的团圆时刻和美好记忆。我叫伊波冯，来自西双版纳勐腊县。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行，我的家乡通了火车。今年是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的首个春运，在列车上我遇见了许多往来中国与老挝之间去旅游、探亲、做生意的旅客。堂妹他们在那个琅勃朗邦定居了，我们全家可能有10多20口人，然后从昆明坐中老铁路这个列车到琅勃朗邦，团聚。我先生今年72，是他本命年，我们就乘着这趟车，就像飞龙一样，我们就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财神爷，在我的家乡，龙代表着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希望在龙年，更多人能够乘坐我们的列车，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新年快乐！我是一名来自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的领事，我们来到了温哥华最大的华人社区唐人街。这里呢，每年是春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谢谢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年是龙年，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上了中国龙，也了解到中国龙代表着吉祥、和平与力量。中国的龙文化越来越受到当地人的喜爱，身处异国他乡，我们更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而骄傲自豪。The dragon, it represents a lot of strength, but also a lot of benevolence, is what I understand. The dragon is not like what it is in Western culture. It's a fearsome thing that threatens and devours people. For the Chinese, the drag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ymbol. It represents renewal. For me, it also represents my wife of 40 years, who i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hulong. A sign of strength.Going forward and prosperity. With this being the year of the dragon, our very first born child was born in 2000, a golden dragon. Very strong, very resilient. So it's a very auspicious year for us and for her. The dragon is bringing us the strength and the courage for us to move forward into that bright, prosperous future.观看龙行天下，来看我的龙年，分享新春喜悦的时候，如果有一段能够专属于自己的明月，是不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的龙行天下专门由央视网在微信的平台设置了互动专区，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玩的。这也有龙，哇，这个龙我好喜欢呀！看，真的很好看，非常棒。什么？这是龙，今年是龙年，龙。龙年大吉！想拥有同款专属于你的拜年音乐吗？通过央视网微信公众号，进入“龙行天下”小程序，点击“我也要创作”，选择乐器和祝福语，一键生成龙年专属民乐。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创作吧。时序更替，万象更新，中华文脉绵延，龙文化植根华夏，生生不息。明年明天在大年初五，我们将会继续来走进龙行天下，龙兴百业。好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的节目不见不散。